今日的活动消息介绍，要带观众朋友来看的是一张相当特别的展演哦。这是嘉义市政府和发布部共同所举办的“互古感觉自由”的系列活动。对，即日起直到9月20号，嘉义古感觉全园区开放，以全新定义，包括艺术解放、循环经济，阁有社老级别在内，九个座名，对应到民众生活当中无同款的体验内容，以无同的观点来解读。透过艺术、展演、教育，阁有实验的核心精神，来展开着创新实验，欢迎民众会当亲自到现场来体验。嘉义市政府文化局推动嘉义市中县木岛再造历史现场计划，推广中县木岛开启互感觉自由、连接高质日的活动。12号在嘉义古感觉园区，由嘉义市长吴明辉率领有会贵宾举行隆重的开展仪式。对，即日起为期一礼拜的木岛推广新歌展，阁有高质日的活动。即座展台湾唯一完整保留而且开放参观的嘉义古感觉场地和宿舍区来展开一系列活动，借由旧间的打开，看到它美丽的建筑，但看到它过去对于一个法治的一个执行、一个矫正，但是我们更重要，对未来我们在法治教育更不一样，所以每一个空间都有每一个空间所看到不一样的策划，很多是年轻人的想法。我自己就在法务部蔡部长之前，我就说我犯了一个爱家如痴罪，这个罪呢是罪啊，我想我们希望这个罪是一个健康的罪，我们这个罪希望让大家往健康、往善良、往正派的方向来走，这也就是嘉义市的未来。我想明年的台湾设计展这可以期待，但是在这里我们的前奏呢，欢迎大家再一次的走到我们旧间里面来，看到12号一直到20号这一段的展期，值得你带着家长然后上我们的网站看看规划报名，来到这里带着家人一起来享受这个不一样的一个氛围，让旧间自由吧。其实嘉义旧间啊，它是历史有100年的一个木造的监狱，是我们全国硕果仅存的一个完整保留下来的木造监狱。那我想在这个监狱里面啊，它是具有历史性的啊，也具有在地性的，配合我们的木造都市啊，嘉义市是有名的木造都市，也是一个教育性的啊，可以提供一个法治教育还有人权教育的一个非常好的场域，也有未来性，因为大家可以比照现在的监狱啊，跟过去的监狱的不同，而且可以看到我们未来监狱是长得什么样子，因为我们在推动一个智慧型的监狱，靠着科技来做一个人性啊，还有非常完整的一个监狱的管理啊，未来我们都会在这嘉义旧监啊来呈现。也感谢嘉义市政府跟我们矫正署大家共同的努力，将来整个嘉义旧监啊是一个园区，可以活化，提供民众一个很好白天的参观的场所，晚上活动的地方。谢谢大家。在活动当中，同时颁发证书，予登录嘉义市保行文化资产保存者的木雕艺师李宗林和蔡共兴。两位大师精彩的作品，对即日起到9月底，在嘉义古感觉宿舍区矫正署1921展出新机木雕展。另外，伫咧为期8天的活动期间，内将包括着23间静态展览空间、7种的音乐风格表演和8节手作体验，阁有4场的浸润式展演。紧结合着嘉义市高节日的活动，举办着5场的木艺式体验活动，含4条小旅行路线，欢迎民众到场体验，共同来合法集合，对号入座。最新新闻，张定顺、王小璇，嘉义市采访报道。盈利事业所得108年度2311亿，经济的发展，市政府在推动着许多的建设，一半的活动，还有民间力量的结合，大家一起来，让我们更多的人潮进来，那也更多的人到这里来消费，看到嘉义市的好，整个都在动起来。一看到这样的一个成绩，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方向是对的，归功于所有的市民大家共同努力。
嘉义市会更好。亲爱的，我把车位变多了。除了停车场之外，今年底也会多了滑草场、清水空间，还有两处人行广场，势必会成为嘉义市最新的观光休闲景点哦，一起期待吧。列车起啦！